女主播相距小于100公里。啊，意思是有人进来了吧？现在。那树顶上。不知道啊。搜查一下。搜吗？反正没有拍你，现在又出去了吧？现在。又没有了。啊，又没有了。你看，通过同城来的人挺多的嘛，三个进来过。啊，春哥，好好表现，好好表现。